困难。我想我们是安尼吼，咱赶快拄着困难，啊，拄着困难时要安怎？有人要甲我讲，咱拢会安怎？咱拢会先祈祷嘛吼。啊，有一寡外邦人吼，当时伊甲我问讲，恁是拢同咧祈祷？恁若拢甲恁的上帝讲啥物？啊，恁讲真就甲我问讲，咱是讲吼，输我食，输我穿，输我欠钱吼，毋免钱。当然啦吼，输我食，输我穿，即句话是个道理哦。咱的圣经有记载吼，那天顶的飞鸟，伊无进座，嘛无休息，唔敢来天边，赶快来引起。啊，咱人呢，敢无比较贵重，所以唔免烦恼，要食啥物，穿啥物。啊，输我欠钱唔免用吼，这敢有影？无影啦吼，对啊，这无影啦。哎，信用足重要，欠钱一定爱去啦。啊，不过咱捌看过一个见证。虽然有经济方面的危机，不过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危机会变作转机。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啦。更大的困难吼，伊赶快要救赎咱平安家己了。即马伫咱的台下顶吼，这是咱台北重新教会的姊妹，咱看因的面拢真水，大家拢真有笑容，真水的妈妈。因的肢体动作嘛真水，因要带来喜乐操，用喜乐操来敬拜上帝，来阿罗上帝。来，祝大家双手拍一波，我敢欢迎。Oh.
主你欲看顾我，亲像无只好生有福，亲像无只好生有福。阮欲跟随你，你是我活着。阮欲跟随你，你是我活着。对你好，你永远袂失落。对你好，你永远袂失落。Thank you.
庭唱歌，娱乐耶和华。囡仔会喘气的，拢着娱乐耶和华。只是咱做伙用拍手来娱乐耶和华。娱乐耶和华，用一切荣耀来归乎耶和华。感谢主，娱乐主，哈利路亚。俗语有讲，天赐人，无论好人甲歹人，雨水照时对天降，润泽田园肥果山，五谷丰收是好年冬，得到利益拢相共。俗语另外佫有一句，天脚压落是无好人，那安尼铺路造桥。行善修身，有啥物无？真正是无采工。若要来世有愿望，着靠天父大疼叹。俗语另外嘛，佫有一讲：今仔日食米，毋知影明仔载的代志。命运心内天注定，家己打拼无法度成。天父掌管咱将来，我信伊可以无挂碍，万事在天。阿里山的三米教会，咱要做伙来看几张相片，
咱通透过遮个相片，互咱搁一摆来关心三义教会地区的兄弟姊妹。啊，这张是阮伫即个广场底下做伙来唱歌。好，咱看见伫后壁就是三义教会。阮徛迄个所在，伫风台的时阵是土石楼，甲音高不能站迄真悬的所在，然后伊甲迄个所在甲伊搁重新甲乌好平。那么看见咱重新教会喜乐操的团队，伫迄个所在用舞蹈来学了上帝。啊，咱伫迄个所在也特别为着遮兄弟姊妹做伙参加来祈祷，求上帝搁一摆赏赐咱开咱。咱等下嘛要做伙来用这个祈祷。咱看见这个所在下骹本来是有本来好，但是因为土石流的关系，规个拢淹满去。咱伫这个所在，咱也要来纪念，也要特别为着在灾民来祈祷。咱看见伫迄个所在，伫土石流的过程中间，伫这个八八风台了后，真侪人可能渐渐啊袂记迄个所在，但是咱的兄弟姊妹犹原会记得。所以咱伫十月份中秋会咧开会时阵，咱就决定，咱圣诞节的晚会本来要伫南宜绿都新伫咱的公园举办，但是咱要来关心咱的灾区的教会，所以阮就做伙决定，啊去到这个三义教会，特别也真欢喜，咱有重新教会、有大安教会的团队做伙伫遮参加来参与关心，咱用热情的鼓声来甲因鼓励，甲因欢迎。今天我们来欢迎是咱的家乡，和咱台湾教会的家乡，咱的新朋友，咱这位起立，啊，这位起立，咱差不多来欢迎。好，咱有谢谢咱的新朋友，啊，咱的那李立文，这位大家来。啊，今天咱有几位新朋友，有张国威教授，啊，尹夫妇，啊，甲细囝，来甲咱的中间，啊，咱欢迎。咱欢迎多透过西瓜。来俄罗斯上帝，会记哩？去年七月二八号啊无，第一摆咱教会团队来到咱的教会，迄、那个下昼就风台，啊，伫风台天阁坐起坐下，伫遐看海景。伫迄个所在咱看见，对迄摆的聚会了后，咱的心灵的心受着真大激励。哇，遐尼好的时光，遐尼好的团队，我特别爱。所以礼拜会来邀请潘茂良老师，唔忙，以较少的时间，咱来甲训练。时间过了真紧，已经过一年半，一年半。咱看见现在台湾教会因的青年，伫时光，伫传福音的热情内面，有真济咱来学习的。今仔日咱看见咱的时光，唔是只有要伫教会唱好兄弟姊妹来听。真重要，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出去传福音。所以，伫这个台湾教会，也时常去到病院，去到侪侪教会，去到户外，去啊传福音，用诗歌来感动人。今仔日，咱也特别也欢迎啊，重新教会吴长乐所带领的喜乐操的团队。今仔日咱看见传福音，唔是只有用布道会的方式，咱当用诗歌，甚至会当用舞蹈。咱看见，伫咱在座的妈妈，伊每一个人拢非常的少年，伊拢是伫公园做伙跳舞，互相熟悉。今仔日咱看见，咱嘛咱用舞蹈会当做伙伫遐彼此来分享，所以也期待今仔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将这个感动的种子放伫咱的心内，咱要继续用诗歌，咱未来嘛咱有舞蹈来带领咱社区的兄弟姊妹来认捌上帝。伫今仔日，我要用两句话，甲大家做伙参加来分享。这也是咱甲三义教会的兄弟姊妹参加分享的两句话。安尼讲，有耶稣爱很大，有信心不害怕。咱做伙来讲好无？有耶稣爱很大，有信心不害怕。毋忙将这两句话放伫你的心内。咱看见面对爸爸风灾。伫遮个受灾户个心内真济惊吓，咱要安怎重新互伊有气力？咱就是要替因祈祷，特别甲因鼓励。我用这两句话甲因相佮来分享：有耶稣伫咱个心内，这个疼伫咱真大真大。
这个听会当感动，伫台北的大安教会、重生教会，因会当遐尼远途去到山顶的所在来来关心，咱要去的路真正无好行，加在是有重型的巴士，怎来开大台真正爬袂去，因为真济所在路拢无好势，不过咱的心也真艰苦，因为正遐尼姊妹住伫迄个所在，因逐工要工作的时阵爱行过迄条道路，虽讲但无阿多。实际来甲伊帮助啥物？毋过咱要看见，今仔日咱去到因个所在来甲伊关心。伫即个安牧师讲一句话，我听了真感动。伊讲，阮是洪灾了后第一代重型巴士入去个人，重型巴士入去个人，表示伫过去迄个丹那里湖是真侪人伫遐游览个所在。毋过过半年啊，拢无一台巴士入去个内底。今仔日，阮是第一代，要将迄个平安，将迄个愿望，要一摆带来一只因阿弟姊妹的心上。咱看见一个人的思想非常重要，一个人的思想非常的重要。伊的心若是会当正面，会当鼓励向前来行的时阵，拄到更加大的困难也毋免惊吓。但是咱的心若是思想忧愁、思想负面的想法的时阵，咱更加好呀，这个钱对咱也无差工。我伫做兵的时阵，我有两个兄弟，一个兄弟抽签的时阵抽到国防部。哦，咱兄弟姊妹做兵的人拢是五万，看有办法啦无？将我的囡仔调去较好的单位，会当较轻松。啊，这个兄弟调去国防部，一开始真欢喜，讲哦，阮上下班。每一天打卡上班，下班了后就会当回去休困。不过，伊的心无正确，伊的心一直想要做停课，伊的心一直想要较轻松的，甚至想要赶紧退伍。所以，伊有这款的心的时阵，伊做兵就无专心。在迄个过程的中间，伊就时常想空想空，加患病，然后加辛苦欠安，然后一直想要赶紧来退伍。另外一个兄弟，同体兄弟，伊抽到海军陆战队，听到这五字，每一个人拢肃然起敬，讲：哦，你一定真超真超，恭喜哦，互你会当好好训练。不过这个兄弟，伊的心是真正面，伊的心真欢喜，讲真好，伫我青年的时阵，会当成做海军陆战队，会当好好来训练。所以，伫迄个训练的中间，伊真认真拍拼，拢照班长的训练底下来进行。所以，伊的体格也训练了真好。伊也伫这个做兵的过程，虽讲真艰苦心，也毋是艰苦，真艰苦。啊，然后，不过伊的心悠然真欢喜。所以，咱看伊伫这两个兄弟，一个人，伊的心若无健康，你搁较好的环境也无多甲伊帮衬。但是，一个人的心。若是正确的话，咱看见伊的心要帮助伊面对人生头前的困难。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拄着无同款的艰苦。伫即个八八水灾的遮个兄弟姊妹，因面对着遮个土石流的艰苦，搁伫咱的兄弟姊妹，咱可能面对着病痛，面对着家庭，面对着侪侪问题，求上帝帮助咱，将迄个信心放伫咱的心内。有耶稣在咱的心内，咱就有信心继续来向前行。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兄弟，伊真注重伊家己的一个特质。伊看见伊人生真重要的就是伊的表现，所以伊真常常拢要表现伊家己。读册时阵讲一定爱读第一名，读第二名，伊心内就真艰苦。什么代志拢要做了真好，然后伊去工作的时阵。伫工作，伊拢爱予伊个头家看到，头家看到伊在做代志，做了真好，然后伊个心也毋是真好，真正常。就讲头家看会到个代志，伊真认真拍拼去做；头家若看袂到个代志，伊就无爱做。讲啊，迄、那个头家也毋知影，我无要做即个代志。所以伊时常甲伊个同事，即、這个做伙了毋是真好势。伊常常要做代志，拢要予头家看。然后头家无看到，伊就无爱做。啊，同事要请伊帮忙，伊嘛无爱做。所以，即个同事拢真讨厌即个兄弟，无拍算。即个兄弟本来真认真，想要得到即个头家的看重，不过愈来愈离开即个头家的即个关心的内面。
然后伊个心就愈来愈艰苦，伊毋知影要安怎继续在伫遐工作，伊就找一个基督徒个老师伫遐，甲伊分享，甲伊谈话，讲你个人生到底是安怎来过呢？然后即个老师就甲伊讲一句话，安尼讲：你个价值无在伫你所做，在伫你是啥物人。甲我来讲一摆，你个价值无在伫你所做，是在伫你是啥物人。其实，咱每一个人，无论是咱的工作，是咱的家庭，是咱无相关的角色的内面，咱亲像拢要做真济咱需要做的代志。不过，你敢有想过，你是啥物人？这个代志，敢是你真正需要去用心来做的事呢？然后，这个兄弟，伊就分享：，安尼，我到底是啥物人呢？我到底是啥物人？啥物是我应该做的事呢？然后，这个老师就来讲。你是上帝的子儿，你伫上帝目睭来看是非常宝贵的。咱做伙来讲，你是上帝的子儿，伫你上帝目睭来看，你是非常宝贵的。你甲边仔来讲一下好无？甲边仔来鼓励，甲伊讲，你是上帝的子儿，伫上帝目睭来看，你是非常宝贵的。今日这个兄弟。一开始听到这句话，讲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伫上帝内面是上宝贵的。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啊？我无了解。然后伊就回去，然后伫伊灵修、伫伊祈祷、甲上帝相佮亲近的过程中间，上帝感动伊的内心，互伊看见，伊真正是上帝所疼的儿子，是上宝贵的。原来伫伊细汉的时阵，四岁。咱知影读幼稚园，无细里拢会带了，然后即个老师就看到即个囡仔带了了后，哎呦，遐大汉啊，佫会带了，然后伫班上伫遐讲，迄个囡仔足歹势，足歹势，然后老师就讲，哎呦，你安尼，老师不喜欢你了啦，老师无爱你啊啦，你太安尼咧，可能讲即个玩笑话，然后即个老师就甲伊爸爸妈妈讲，讲你个囡仔。今日伫学校无细里偷带了啦，然后爸爸妈妈就听了足生气，讲：“哎呦，太安尼，足歹势，足歹势。”爸爸妈妈也不喜欢你这个样子。然后四岁的细囝，伊的心嘛唔知影安怎面对，就亲像一个铁啊，甲印伫伊的内心，感觉讲：“啊，爸爸妈妈不喜欢我，老师也不喜欢我，下面我要安怎来得到爸爸妈妈的欢喜呢？”所以我爱认真打拼，啥物代志拢甲做上好，然后互爸爸妈妈来鼓励。伊心忽然间讲偷窥讲啊，原来我非常看重别人对待我的眼光，别人对待我的想法，所以伊非常看重遮个，所以伊啥物代志拢要做上好。不过无拍算，遮个代志我都照伊的所求所想，所以上帝安慰伊，今日。老师，我爱你，不要紧，上帝疼你就好。今日爸爸妈妈可能较不爱你，不过上帝疼我就好。这个话就渐渐啊安慰伫伊的内心。然后，转去伊工作的环境的内面，伊开始真认真打拼，伫遐做头家爱伊做的代志，也真欢喜做头家无看到的代志。伊也真欢喜去帮助伊的同事。改一个倒三工，伊改变一个人，不过伊内心犹原有迄个无好的声音，时常会伫伊的心内安尼讲：啊，你唔免做遮个啦，你做遮个无人看会到啦，这是假做的啦。啊，你做遮个头家嘛无一定介意你啦。今仔日伊安尼勇敢讲：唔是，今仔日我做遮个，唔是要互人看见，是要互上帝看见。今日我做遮个，是因为我是上帝所疼的儿子，所以伊的内心渐渐啊改变，伊愈来愈看重咱家己的内心。今日咱读读的思想，就亲像一个遥控器共款，咱拢会看电视，好的节目，你会当继续来甲伊看，然后对伫你的生命有好的帮助。但是歹的节目、无好的节目，遐的色情。遐个上杀，遐无好个物件，你敢要继续看遐个节目吗？敢要将遐个物件藏伫咱个内心吗？伫遮，咱也要特别要为着新安宫电视台来祈祷，
啊，牧师担任这个新安宫电视台的董事，咱知影，咱新安宫电视台要做好的节目来影响台湾，但是伫经费顶面非常欠费。咱知影经营一个电视台，一年要1.5亿，1.5亿，因为要付予迄个有线电视台要400万，制作节目嘛要本来足侪钱，足侪钱。伫咱的总会也已经，咱电视台也做要将近免2单。这个资金也非常欠费，咱继续要为着新加坡电视台来祈祷，求上帝让这个电视台会当真多感动人的一个电视台。所以咱看见咱的人的思想，亲像在看电视同款，好的节目会当继续看，歹的就要离开，将遐无好的思想甲伊跳开，歹去影响咱的内心。所以今仔日咱看见咱生命中上大喜乐是啥物？就是咱认捌耶稣，咱认捌耶稣，有耶稣伫咱个心内，即、這个疼就会当真大真大。咱有耶稣伫咱个心内，较悬个关山、山里、遐尼远个所在，咱对台北个兄弟姊妹，咱个同工应该愿意对咱透早6点就出门去甲阿里山来唱歌互因听，咱看见。咱尽量有法度带予因虾米实际的帮助，但是咱要带予因上大的鼓励，对伫台北，对伫新营，遮个兄弟姊妹，拢要继续来甲因鼓励。接著，我们做伙三个来唱一首诗歌，一首诗歌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一生上水的祝福，咱若要唱的兄弟姊妹，咱嘛当做伙来唱这条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要将什么款的祝福放伫你的心内？你要将什么款的祝福送予你所关心的人？就是将耶稣送予你。耶稣伫咱的心内，就要改变咱的内心，改变咱的念头。人生真艰苦，求上帝托放咱的担当。咱也要为着咱的手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的手搁较侪开朗，为着上帝来服侍，为着人来服务。咱也要为着咱的脚来祈祷，求上帝加添开朗，予咱会当为主来行天路。我要祈祷一句，请咱的兄弟姊妹甲我做伙来祈祷一句。咱首先，咱来摸，咱来擦擦，求上帝帮助咱。亲爱主耶稣，阮的心要向你，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心内，予我有一个正面的思考。上帝，你要帮助我，将我的忧愁。将我的犹疑拢完全提了，我
阮的心独独在仰望你，阮的心奉你的旨，阮想要得到快乐，是咱望伫咱的肩胛头，亲爱主耶稣，我的肩胛头会出些红红，有通时啊，跌到我刷袂过。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将我性命的担当，会当完全卸掉。我要看见，上帝，你要教我担当这个担当。上帝，你帮助我。咱要为着咱的手来祈祷，请来主耶稣。求你加添快乐伫我的双手，让我会当为主来服侍，为人来服务，愿阮看见，阮的性命就亲像一件大事，要为着主来关灯关节，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做一个好的见证，咱为着咱的脚腿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的双脚要为着你来行路，为着你来服侍，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更加多快乐充满伫我的心内，我看见我的厝边。在我的社区，有多多人需要耶稣，求上帝帮助我，催着我的内心，会当甲因相佮讲话，关心因的需要，关心因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就是来认识主。
奉献是对上帝行回应，人对奉献者必加倍受。请你姊妹声，咱遐做个起立，咱做个来吟诵遐个诗。是我们将阮家己奉献予你，求主你亲身来感动阮，予阮所奉的一切拢当成做芳芳的祭，得着主你欢喜；予阮所做一切拢当成做主你所欢喜的一切。祝我们将一切仰望交托，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请坐。来，兄弟大家平安。伫咧要报告进前，咱要做先来看一个简介。这个简介就是要介绍咱台北重新教会去喜乐操团队。喜乐操咱之前较捌听过是叫做赞美操，所以其实喜乐操是一个新生儿吼，是打青梅无外久，所以咱要来熟悉伊，来通过这个简介来熟悉这个团队。楼上音响房工吧。
开关打开。第一，虽然无啥个中间，咱只会先看这个底片。啊，这个底片有介绍着喜乐超音对于成立伊伫伊伫社区所做的一个服务哈。咱先暂停，马吉，咱先来介绍咱，咱即届伫参与伫即届伫队长伊家己那里所有服侍当工，好啊，先请那个志远把电灯打开。好，咱即届伫队长从开始伫家己那里，那辛苦。这就是咱的喜乐操团队，即刚好咱就是邀请所有喜乐操团队的同工起立，互咱来一首诗之类。这个中间有一位是咱黄老师的阿姑吴张乐，吴张乐挥挥手一下，下
教的老师，就是咱黄老师的老师。啊，我觉得伊真尽心伫喜乐操的团队内底，多谢您。那另外，我们来介绍，当然就是咱学外之音李潘老师之来带领之下，学外之音的所有的党纲。另外就是，其实伫咱即届，咱拢会友，咱拢知影，咱教会伫今年可能伫经常会伫部分可能有较困难一点嘛，所以有当时咱要做福音的事工，咱拢会真侪考虑。但是感谢主，只要诉说欢喜的代志，伊要为咱陪伴一切。所以其实就是今年上特别的是，咱毋但将福音团体，咱嘛要将社会福利甲咱的福音结合做一块。所以感谢上帝，予爱丁基金会，也是我当地上班的所在，会当甲咱做一个真好的合作。所以今仔日，爱丁基金会的国际发展处，因为处长有家庭较无方便落来，所以有派阮国际合作中心的主任范伟成主任来到中间来向大家请安。所以这是第一班的主任。另外有，嘛是我伫台南的同工，我四位的同工，三位的同工，这三位同工是我伫台南办公室的同工，也是负责伫台南家里这，不管是新进种啊，也是伫新移民的同工。那有一位嘛是咱矿主任的同工，伊屏东人，但是即摆在台北，哈。所以，其实感谢上帝，伫这届的服侍内底，嘛咱要将福音，嘛要将福利。好，这样兄弟姊妹伫受苦当中，知伊无孤单，哈，伊无孤单，咱要将上好一切来帮助伊。另外，就是感谢喜乐操团队，我对了伊早真济这个光碟片，就是不是光碟片 ，DVD 哈，那 CD 还是 DVD？CD 哈，那这内底的诗歌，就是咱学外之音所唱的诗歌，哈，阿姨。真好意要送予咱，所以因为数量的关系，所以咱一户会当摕一片，所以咱等下落去了，请咱咱的干事来客来登记，安尼咱较知影讲啥物人阿袂发着，所以咱若搁一摆拍花，就上五张了，互咱遮做宣传者。说起来，要报简单报告就是咱伫后礼拜日。后礼拜日要举行是因为中职的酒啉，一直通客会唱片尔吼，所以欢迎兄弟，咱伫12月11日，就是这礼拜五暗时8点，伫四楼，咱要交护士做伙来欢喜，来看咱这古锥的妹妹。我是第一个，除了王护士、毛护士以外，第一个看到妹妹，因为我入去上的。妹妹真正这古锥加路德，细汉真的几乎快一模一样。所以来，咱做伙甲咱牧师来同欢喜。来，最后咱来做伙起来吟上面的诗540首，吟诗完，咱要请牧师来做客。特别伫大降节期的时阵，予阮的心会当凝聚主耶稣降生伫阮的心内，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谢祝福咱大家，请坐，愿得智慧。咱伫即个礼拜啦，妇女团体要参啊，前往家己教会参加妇女部的庆祝会，请咱有参加的姊妹新娘二十分。七月二十分以后的时刻，这礼拜啊，要前往参加妇女部的庆祝会的姊妹，七月二十分以后的时刻。我们太谁最慢的，今天就站着吃饭。那个穿外套的全部脱掉，我们要穿，要躺在那边。好，有没有雀斑的？好，谢谢。